我们现在来看这台Canon FP， Canon FP， 那这台镜头是 Tokina 的Tokina for Canon 的那这个快门，可以看一下，镜头跟机身快门都正常可动，那这台的焦段大家自行看一下35到1351:4-4.5，那它的这个机身前后皮革都是正常贴合给大家看一下，正常贴合那机身的部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来看一下，正常可动，然后底部好，那么来看一下底片式底片式不是从拉杆这一台比较特别这一台的是这样子你要把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一个这个底部我们来看一下，底部这边这个拉开，然后按下这一颗，你看到这边，然后按下这一颗你这个底片式就可以开不是上面拉杆你用上面拉杆会拉不开。好，那这个底片看一下这个底片式大家看一下，底片背盖，这个。快门帘，自己看一下，正常可动，正常可动。好，那以上就是这台 Canon FP 的这个视频，谢谢。